持話我要見佢港獨㗎啦，係啊，啲人係啊，俾啲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2011年的5月，特区政府为了阻止议员再次辞职，就发动这个所谓变相公投，不惜霸王硬上弓，推出剥夺港人投票权利的替补机制，连续一个星期召开法案委员会，企图迅速立法，无视法律界和学界所提出的理据，坚持不作公众咨询，最后激发23万市民在7月1日上街。我同阿林瑞麟局长讲，我话你是一无涂穷，我哋就气势如虹。你呢一个替补方案是注定一败涂地。我已预告在呢个礼拜内，礼拜五或者礼拜四，你都要留会一次。呢个好明显是一场斗争嚟嘅，主席，系好明显是一场斗争嚟，系咪？呢一场斗争。看看誰的毅力，誰的堅忍的程度，鬥到最後利用替死方案這個抗爭，又搞埋這個版權條例修訂案，所以我就起了個代號，這個行動叫火燒連環船行動。我現在鄭重嚴肅地宣布，人民力量反惡法的拉布戰正式開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现在恢复。梁国雄议员，黄耀龙议员，咩问题？主席，我哋审议呢个2012年立法会修订条例草案呢，已经系进入第七日。我刚刚问咗秘书处呢，单单全体委员会审议嘅阶段呢，我哋就足足用咗33.5小时咁上下。提出修正案的议员呢，已经是有充分机会就他们的修正案发言，他们多次发言都是讲一些和修正案完全没有关系的言论，而且是重复又重复讲同一番的说话。主席，议会是讲求效率，我相信在座的议员和我有同感，都是觉得这个合并辩论应该是要结束。在其他地方的议会呢，他们都有一个叫做 closure motion， 即是终结议案的程序。我们的议事规则没有这个程序，但是主席你呢，仍然有责任根据议事规则主持会议，并且是有效地主持会议。
所以我建議主席呢是即時結束這個合併辯論，即時就各條文和修正案呢進行表決。我想問下，未有在這個委員會階段發言的委員，有沒有哪位要就任何的條文或者修正案發言？黃怡宏議員呢是提出一個問題，事實是呢，本會由5月2號我們就現在這一項的法案恢復二讀辯論，5月3號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至到現在這一刻呢，我們已經用了超過42個小時。正如黃怡宏議員指出呢，全委會亦都已經用了超過33個小時，其中呢發言的議員呢集中是在三四位。秘書處的統計呢，黃毓民議員呢發言是20次，陳偉業議員呢發言28次，梁國雄議員呢發言27次、可以說拉布呢都是相當成功的。秘書處呢根據我們的會議記錄和我做了一個統計，在議員的發言期間呢，我是曾經超過75次指出議員的發言是離題，多次指出議員的發言是冗贅繁厭重複論點。黃怡宏議員呢是要求立即終止這個辯論，他亦都提出在其他的議會呢是有一個所謂叫 closure motion， 即是呢由議員動議終止辯論立即進行表決的一個議案。我同意有些議員指出，我們的這個所謂拉布呢在很多其他的議會呢亦都是一個並不罕見的政治手段，即是說呢其他議會的他的議事規則呢都有容許拉布的空間的，但是呢在我批准兩位議員提出1300多項修訂的時候，我們都做過一些廣泛的研究，很多其他的議會既有拉布的空間，同時呢他亦都是有一個終止拉布的機制的，就是剛才黃怡宏議員所說的這個 closure motion， 還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包括呢是限定會議的時間等等。在今早清晨4:30鐘、當黃怡宏議員、提出、要求我呢參考其他地方的議會的那個即時終止辯論的議案之後呢，我是跟大家講，我是打算俾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和官員做一個總結發言之後呢就結束個辯論了。其後呢當然是有不同的議員是表示有不同的意見，當時呢我是決定暫停會議，然後呢就同我哋方面嘅議員呢大家商量一個最好嘅辦法。咁我聽咗各方面意見之後呢，我係決定我都係要結束呢一個辯論啦。但係喺結束之前呢，由於我亦都聽到有提出修正案的議員表示他們其實是有很多內容呢還想講，如果只是15分鐘一次發言呢是沒法子講得到的，我現在是決定呢是會議恢復之後我就會請
提出修正案的议员和官员发言，亦都按照我们的发言的规定，每人发言是每次是15分钟，但是我会将这个发言的时间一直延至今天正午的12时。如果提出修正案的议员他们觉得还有很多内容想讲，我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段时间组织好他们的资料，能够充分表达到出来。如果12点钟到了，或者12点钟之前已经没有委员是要再发言的呢，也都没有官员要发言的呢，那我们就结束这个辩论，就进入去我们的修正案逐项的表决的阶段了。这个是我的决定。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是否要再发言？主席，我发言重申，政府是反对黄毓民议员对条例草案提出的74项的修正案。黄毓民议员对条例草案各条提出的74项修正案，目的是为了改变条例草案的文本的草拟方式。我们联同律政司法律草拟专员是仔细研究了黄毓民议员提出的74项修正案，我们认为这些修正案是对改善条例草案的文本是没有帮助，亦都会导致条例草案的遣词用字是同一般法例是不一致，造成混乱，所以我们是反对这些修正案的。政府当局亦都是反对陈伟业议员提出的1232项修正案。我已经在辩论的较早时候就陈伟业议员提出的修正案陈述反对的理由。陈伟业议员对条例草案第三条提出的修正案都欠缺理据，亦都影响我们有效处理议员辞职引发补选的问题。基于上述的原因，我是再次恳请委员反对黄毓民议员和陈伟业议员的修正案，并且是支持政府的修正案。我谨此陈辞。黄毓民议员，我提出74项的修正案，但是在过去这几日在全体委员会阶段呢，我只能就其中10项的修正呢是提出我的意见。过去这几年呢，我参加立法会的工作创造了很多纪录，我想到前无古人，后亦都无来者。主席，你都陪我创造了一项纪录，就是公然违反香港的议会传统，剥夺议员的言论自由。我的创造的历史可能不会重复，但是你所缔造的历史就为香港的民主政治立下一个最坏的榜样。我在今日的修订案其中提到个余字的时候，我去解个余字，对于局长他说不同意，他说仔细研究过，但是你又不同我辩论，矫正你的文字，将那些冗字虚词删去，你都说不对，你都要反对，对我们生杀予夺。即是吊诡的是，我提出这个生杀予夺这四个字，若有所指，讲这里议事堂上的人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的奴才，任由他生杀予夺。讲完语音降落，主席你就对我生杀予夺，你背后就有人对你生杀予夺。黄毓民议员，你离题了。所谓政府晚年失节，
不如老骥从良。主席，黄毓民议员，我的修订，黄毓民议员，啊，你按议事规则在这个阶段发言呢，是应该讲条文和你的修正案，请你不要离题。主席，根据你的重新安排，十二点前，即是这个所谓议事程序的即调整，令到我们只能够局部或者个发言受到局限，我再拿这几十条出来讲都没什么意思啦，是不是？所以我今朝我都跟你讲过啦，这三个钟头我根本就不想讲嘢，是不是？那不讲你又要 move， 是吧？那我局讲啫，主席，是不是？1306条，一人讲20几次，那叫重复发言。如果你逐条拿出来，逐条辩论，逐条表决的，我是不是要讲70几次起码？仲讲，我都唔想同你拗，系咪？你合并辩论啊嘛，系我重复发言噶嘛。而家你叫我讲，我讲咩啫？系咪？讲到个头又讲唔到个计，讲74项，不如讲63项，定讲62项咧？过分啊嘛，呢个系。点解要咁假咧？呢个议会，我点解要陪你假咧？陪你作假咧？我点解唔利用呢个发言嘅时间谴责你呢班人咧？谴责你咧？系咪？黄毓民议员，你发言呢就要依议事规则。所谓征富晚年失节，不如老骥从良。在这个议会里面，我们见到很多的就是征富晚年失节，就见不到老骥从良。黄毓民议员，你现在讲的并不是有关条文以及你的修正案。主席，我希望呢，即是除非有其他議員要發言啦，就呢、這個啊，咁如果你我惹到啲人，我開名惹到啲人，佢又起身要講嘢，咁咪大家嚟咯。投票都投三日，而家我話俾你聽，投票都要投三日啦，各位，40个钟啊，繼續喺度拉布，咪因為繼續喺度點人，最後一口氣啊，一息尚存，都要同你鬥到底。所以我觉得即是这个部分你不如省略了它啦，好像这个谭志源这样正话讲分一分钟都没有，你去制定一条侵犯我们政治权利、剥夺参选权的一个这么重要的法例，你在回应议员的修订的时候，你竟然一分钟就搞定，这个是可耻的。而家好明顯就係港共治港，大家唔好自欺欺人。我哋作為反對派，亦都有呢個心理準備。不幸嘅係香港人，可愛嘅係嗰啲冇獨立意志嘅政客。我哋至少，黃毓民議員都仲有半點嘅尊嚴。黃毓民議員，如果你主席，我知道你都好容忍我㗎啦，係咪？我讲咗5分39秒，系咪？大部分都同即系你而家规定要我讲嘅嘢无关，因为我解释咗俾你听。呢度咁多条修订，我由头至尾讲咗10条，我点样可能喺而家咁短嘅时间里边，将我其他嗰64条修订案都喺呢个时间俾你局限浓缩底下去讲完呢？系咪？我只能够就我冇办法就呢其他60条嘅修订案去讲我嘅意见。解释俾啲议员听，或者讲俾公众听，我觉得好遗憾。你都俾少少空间我，系咪啊？讲下我感受都得啩，阿主席。黄毓民议员，我相信你嘅感受咧，正话亦都讲咗好几分钟啦。请你翻翻嚟讲翻而家我哋嘅呢一个辩论嘅议题。主席，即系我头先讲过啦，喺紧余嘅时间，即系我系冇可能将我其他未发表意见的修订案在这个议事堂里面，在现在这种气氛底下，同埋在主席已经是公然赤裸裸地同共产党
即係唔好話沆瀣一氣，係狼狽為奸。我好明。去干預立法會議員、民選議員嘅言論自由，我覺得呢個係好。黃毓民議員，我已經係提醒你多次，我只能夠警告，如果你再係離題發言咧，我係有終止你嘅發言。你點樣利用呢次發言時間呢是你的選擇，但是呢你無論怎樣講法，你都應該按我們的議事規則。議事規則已經形同虛設，主席你較早時間做的裁決就已經是沒有照這個議事規則來做。總之黃毓民議員，是我要停止你發言了，因為你多次我提出呢你依然是作離題的發言，所以我唯有停止你發言了。請你坐下。政府可恥，曾國城可恥，打都不准鬧，國家都可恥。公眾席的人士，有没有其他委员要发言？